好，有请刘宇。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刘宇。刘宇今天会站在什么位置？我想了很多次，今天我做到了，创始人们你们也做到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是你们的光唤醒了我心中的那颗种子。我知道有一天这颗种子一定会成长为可以为你们遮挡伤害的那棵大树，请相信我。我还要感谢90位学员，是你们创造了这么热血、这么深刻、这么包容的国际比赛环境，你们真的很优秀。我来节目之前会有这样跟我说，说其实你不太适合这个节目。为什么？因为我从4岁开始学习中国舞，每一天都在跳，这个东西已经刻到骨子里了，然后就担心我说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会不会没有成绩。恭喜刘宇。主题曲的中心位，创造营也是做了3季了，第4季是国际版，这一点是最吸引我的地方。首先对我来说是个冒险，同样也是个机会。我觉得如果我能来这儿做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做出属于中国的团体，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东方文化，那才是比较酷的事情。既然今年是做国际团体，那我就搏一搏。我更希望有人可以比我做得更好，来站到这个位置，更好地帮助我们这个国际团队可以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但是只要我刘宇站在这里1分钟，我就会永远地超越上1分钟的刘宇，因为我知道比我刘宇做得更好的只有我刘宇本人。谢谢。刘宇の方がサンダとか僕よりも何か引きつけるものがある、伝わるものがまだある、僕たちより何かあるって感じはすごい伝わりました。真的很佩服大家的勇气，敢于表达自己。我觉得这个信心，这种感觉是在我们这一辈的艺人鲜有的，因为大家不太愿意表达自己。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哦。另外，再一次恭喜你们成为创造营2021第2赛段 A 班成员。谢谢你们。至此，创造营2021第1次顺位发布已经全部结束。